断了，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个大水库，水库特别大，我已经满了。昨天上午我跟我爸还能打通，然后他说了那个还有半米就已经满了，而且从昨天到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们的房子都已经开了，然后因为都是土山，那个山然后表的那个砖都已经裂开，都掉下来了。我打电话打不通，昨天能联系上，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。